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我 Charlie。咁今日同大家睇嘅系我哋九龙站嘅地标式项目啦，天寨。天寨系由港铁加新鸿基合力打造嘅。咁喺我之前嘅影片入边咧，亦都有简单介绍过呢个屋苑咁样啦。咁而我哋今日睇呢个单位咧，亦都系天寨嘅月转寨嘅低层嘅 D 单位啦。咁单位使用面积872尺。咁啊喺天寨嚟讲，成交量咧系算比较高嘅，因为佢个尺数咧800几尺，比较容易入场。係啦，咁而我哋今日呢個單位呢，咁大家都見到呢，原業主都做咗好多特色嘅裝修啦，做咗一個特色牆啦，特色天花燈，做咗好多 built-in 嘅傢俬啦，加大咗個室內嗰個收納空間咁樣嘅。咁而我哋另外呢邊呢一個客房呢，咁業主呢亦都將佢同主人房打通咗嘅，咁將呢間客房呢改咗做一個 closet 加係書房咁樣嘅，非常之闊落，非常之實用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帶大家參觀一下先。睇完系咪好心动咧？有兴趣记得联络翻我，我系 Charlie， 多谢你嘅收睇。